本期时光音乐会节目中，周深献唱田震的《水姻缘》，一开口就是他标志性的唯美音色和个人特色。他空灵纯澈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坦荡释然的心境，婉转流淌的旋律空灵，仿佛在一瞬间穿透过往，被隔空飞来的回忆击杀中。来看见你睡得很甜很只是面容有些疲惫，像是梦里将谁追。我知道你不轻易流泪，也不轻易让我伤悲。我知道我该为你做的事，让你的梦更美。爱的深本尊田震老师听着都快陶醉成表情包了，听周深唱歌真的有种冲击感，就像何老师说的，他从不懈怠，消化之后以那么美的方式呈现出来，听他的歌曲就是一种享受，清新又安宁，仿佛身处了一条小溪边，嗅着青草清新的香气，听着泉水叮咚的声响，歌声唱出了对爱情的憧憬，满满的代入感。哦，深深啊，你真太棒了！哎呀，真的，静静的，稳稳的，太好听了，太棒，太享受了。第二开始送歌了，你拿下这首歌，你拿下，深深你拿下。歌换人新唱，它赋予这首歌呢有新的一种生命。现在是男女老少通吃了。我没有，我在努力做到。别，谢谢。他不是说哪一刻会懈怠，他每一次的声音你都会觉得他做好准备了，都是会把一个很难的事情把它处理得非常的，就是你不会觉得他吃力，你会觉得他消化了这件事后他用很美的状态去表现出来，他已经那么好了，可是他还在不停地进步，他理解会更加，比原来会更加的通透了，所以现在听他唱歌确实是一种享受。在周深的表演结束之后，他得到了在场嘉宾的轮番夸赞，孙烨夸周深的表现很稳，而田震直接说听周深唱歌是一种享受，他还说周深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，没有人可以拒绝周深和田震的梦幻联动吧。不得不说，两位声音是完全相反的类型，但带来的是一样感动和治愈，期待以后有更深入的合作。纯粹把我当电灯泡。来来来，你是手机里的宝。恭喜荣王石钱齐韩荣，荣华富贵，荣华富贵，有往直前，有往直前。对对。怎么听我的声音这么清楚呢？这我都放弃了。阿杜，阿杜，阿杜。输在了。周深综艺的朋友都知道，综艺节目中一旦周深玩起游戏，那就是疯狂的输出，谁也压制不住的。比如在《青春环游记二》中，当周深和杨迪玩看嘴型猜词的游戏中，周深就一顿疯狂输出，就好像永动机一样，一度让杨迪处于崩溃的边缘。
这次在时光音乐会二田震专场简直要笑不活了，特别是周深几乎贡献了 90% 的笑点。在寂寞中的呐喊游戏中，当周深比划梁龙猜的时候，周深看到题目满脸的难以置信，然后直接躺在地上直呼太难了，笑得田震直跺脚。而梁龙一度处于迷茫的状态，不知道周深在干嘛，旁边的何炅和田震都快笑到变形了。梁龙好像失去了语言能力，估计是被周深笑到失去思考能力了，一度目瞪口呆，累得周深后来直接躺在了地上。哇，这个太难了，演吧演吧。静若处子，动若脱兔，静若处子，动动动动若脱兔，静静死。你 happy 我不 happy， 有人高兴。张真源比划周深猜的时候，周深又开始疯狂输出了，旁边的何老师一直提醒周深等等，别着急别慌，奈何周深根本控制不住自己，一顿疯狂输出，无奈的一边按着周深的胳膊不让他太过激动，一边笑到不能自已。下面来看看周深的疯狂输出吧。一扇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别紧张。好，节目，哇，参加了个节目，对，四个字，当打之年，歌手，我们台的，我们台的七个人参加歌手当打之年，当打之年，啊，好棒。人人，羊羊，好羊。人上人羊，人上马，人上马翻，人上马，人羊马翻，对对对对对，吉克隽逸，对，当打当打之年，歌手歌手是对的，当打之年歌手歌手是对的，这是对的，前面是还有四个字，当打之年，一我二我打了。什么大了宝宝，我是歌手，我是歌手，哎呀聪明，几个字啊，啊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七个啊，好，几个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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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个字，他听不见，四个字，你不要喊，你不要喊，时间到，我控制不住的寂静中的呐喊吗？你真的做到了，我做到了呐喊。游戏结束了，何炅直呼我控制不住他，小编就想说，当周深想玩的时候没人能控制得住他，这疯狂的输出是到底储备了多少东西在脑子里呀、啊、清晨醒来看见你睡得很甜很美，只是面容有些疲惫，像是梦。